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现在我们讲概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背景。任何一部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千古，对这个学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它的出现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所以我们也从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来谈一谈，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伤寒杂病论》这样流传千年而不朽的著作。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在谈张仲景的生活时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战争连年、天灾不断的社会。我查了一下史书，从自然灾害来说，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在张仲景的存世的这几十年之中，那么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大的自然灾害就有22起之多。像自然界中的旱灾、水灾、海水倒灌、河堤决口、地震、台风、蝗虫、泥石流，所以我能够查了史书之后，我能够想象到的自然界的灾害，在张仲景的存世的年代都有，而且在史书上能够记载的，这不是局部的，这不是小的灾害。那么这样灾害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生产水平下降，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抵抗力降低，这就造成了大量的长期的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讲。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大家想一想，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战争连绵不断，所以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句话叫做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正是这战争的连绵不断和自然灾害的连绵不断，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在东汉会药这样记载历史大事件的这本书里头说，中原大地白骨萎集，人香失淡。白骨萎集，人香失淡，这已经是人吃人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所以在东汉会药的描述，当时的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病。这个建安文学，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他有一首诗叫《七哀》。那么《七哀》诗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鸡夫人，稻子弃草间，故闻号涕声，昏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他在路上走着，就看到有一个面黄肌瘦的，饿得面黄肌瘦的这样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就扔到大路边的这个草丛中了。那么回头听听孩子的哭啼声，自个儿擦擦眼泪不再回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未知深所往，自己吃了今天的饭，不知道明天自己要到哪里去，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何能两相完？怎么能够使这个我和孩子都能够生存下来呢？所以他就忍痛把孩子就给扔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自然是传染病大面积的流行。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里头，我们大家在座的都学过《医古文》，学过《伤寒杂病论序》。那么他说：“余宗族数多，项余二百。”说我的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曾经有过二百多口的人。建安纪年以来，又闻诗人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纪年就是公元196年。那么建安纪年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功夫，我这二百多口的家族死了那么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死于伤寒病。伤寒病就指的外感病的总称，下面我们会提到它的含义的，就死于传染病，死于外感病。所以他本人作为一个医生，看到这种情况，而又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防治这些传染病，来挽救这些亲人和百姓的生命，才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那么算用了《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炉药录》，并自己平脉辨证，这样才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和16卷。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对张仲景的探索防治传染病的这种路子是一种激励，使他是一种激励，是一种督促。另外呢，使他也有机会有大量的临床实践体会和实践经验，那么也使他有机会来收集当时的医家和百姓防治传染病的这些经验和方法。大家说了，说你今天你是伤寒教研室的，你能够不能够写一个治疗传染病的一个新的东西啊？我说我要抄书是可以的，你要让我谈实践经验，我是没有的，因为传染病现在很少，即使有的话，他们也到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去了，在我们的普通内科门诊几乎见不到，所以我不可能写出像张仲景这样的著作来，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条件，你看不到那么多传染病，而张仲景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些病，所以他才能够有机会积累经验，收集当时的医家和百姓和这些传染病做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说，在汉代以前，医学著作分了两大门类，一类是医经，就是基础理论著作，一类是经方，这里所说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在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汉代以前的著作有医经七家，有经方11家。那么医经七家包括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还有旁经。从流传到今天的《黄帝内经》这一部书来看，那么它完全是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的治疗原则、基本的治疗大法的这样一个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著作。所以医经是基础理论的。那么经方，班固《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经方，不是我们今天的所说的经方，而是指的什么呢？而指的古代医生凭自己的经验给病人开的方，然后而且在经过验证是有效的。其实古代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农村的一些基层医生，你让他讲理论他说不出来。你看我曾经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就是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疗效还不错，就是凭一种感觉，病人来了之后头疼、身上疼、发烧、没有汗，他就给你写上麻黄啊、杏仁啊等等一些药，有些药就是当地的一些药，既不建议药典，也不建议中药书，
我说老先生，你为什么开这些药啊？他说我的感觉开这些药他就可以。好，他开一个方子留下来了。那么过上几天病人来了，说哎呀大夫，吃了你的药汗一出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方子放在这儿，这是经过临床检验而有效的。来一个病人啊，水肿憋气，心慌心跳，头晕头疼啊，然后他也开个方子，开了利尿的。过了几天呢，病人家属来告诉说，大夫啊，吃了你那个药一点也没好，病人后来死了。然后他这个方子他就不留着了，他就塞到这儿，过上几天这边攒的多了他就都烧掉了，这边攒的多了呢他就定成本，流传到后来就是经验用方。所以经验用方就是古人凭自己的一种感觉开这些方，有没有理论指导呢？没有更多的理论指导。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甘肃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来看，那都是西汉早期或者西汉的一些东西，那些就是经方，就是经验用方，什么症状用什么方，或者什么病用什么方，谈不上理论指导，又谈不上系统。那么这些经验用方有十一家，其中在这十一家中包括了汤液经啊，薏仁的汤液经。那么张仲景就把这两家结合起来，他融经方和医经两家为一炉，那么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有理论，有治则治法，有方子，有药物组成，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辩证论治体系，这就是他的学术背景。张仲景把汉代以前的医经和经方两家融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辩证论治体系啊，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辩证论治体系，从而就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啊，从而就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医经它只不过是基础理论的著作，谈不上临床医学。经方它只不过是经验用方，也谈不上一个医学体系。只有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开始，才出现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辩证论治体系，是中医的临床医学奠基人是张仲景。个体化治疗方案、辩证论治这种治疗方案的奠基人也是张仲景，这就是张仲景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历史背景啊，非常简单，有它的社会背景，是由于天灾和战争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然后这就为张仲景收集当时医家防治传染病的经验创造了条件，为张仲景提供了临床实践的客观环境。在学术上，与医经著作的大量问世和经方著作的大量流传，那么就给张仲景把医经和经方两家结合起来提供了学术背景，提供了学术条件，因此才使张仲景能够把理法方药创立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辩证论治体系成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奠基人。那么第三个问题，《伤寒杂病论》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这就是关于《伤寒杂病论》的阉割和主要版本。在公元200年前后，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那么从伤寒杂病论自序的这个话来看，说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我们为什么说它的成熟年代在公元200年前后呢？这是根据伤寒杂病论集，我们今天把这伤寒杂病论自序了，是根据它自序里头的一段话。这段话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建安近年以来尤为诗人，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七。那么他既然说建安近年以来不到十年的功夫，建安元年是公元196年，那不到十年的功夫呢，那就是说要是十年的话，那就是公元206年。是以此我们推测，他写这个序的时候应当是一般来说书已经写成的时候啊，是以此推测他的写书的这个时间就在公元200年前后。他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正像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时候并没有印刷技术。至于造纸，在西汉的蔡伦虽然总结了民间的造纸技术，那么纸张已经有了，但是一般民间写东西的时候仍然是用竹本或者木本，所以这才造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它是一条一条的这种表述形式。所以张仲景在世的时候，他这书保存的肯定是不错的。张仲景一去世，再加上战乱，再加上天灾，再加上你说那个竹本和木本是拿绳子穿着的，那个时候所用的绳子或者是棉线的或者是麻绳，你说过上十几年几十年，他那绳子早就自然它就断了。所以他的学生王叔和收集了他老师的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残卷，然后进行整理，进行编次，因为绳子断了，不知道哪个竹本在哪个位置啊，所以重新编次。那么这个时间是在西晋。这个人物叫太医令王叔和。这个王叔和也是张仲景的学生之一。啊，这是于嘉熙先生最近考证的，是张仲景的学生之一，收集、整理、编次，他收集的结果发现，他没有能够把十六卷全部整理出来，他只整理出十卷来。而且他所整理的十卷内容大多数是以伤寒病的辨证论治为中心，所以他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伤寒论。十卷22篇，把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内容，应当说一大部分内容收集整理以后改名为伤寒论，张仲景自己不知道，他不可能征求张仲景的意见了，这是王叔和自己给他改的啊，所以伤寒论这个名字从此就有了。王叔和所整理的书当然那个时候仍然没有出版，王叔和还做了另外一项工作，他自己有一本书叫《脉经》，在《脉经》里把张仲景伤寒论的许多内容都收集进去了，只不过他没有保留方药而已啊。所以脉经本也是我们今天在校勘伤寒论原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的一部书啊。这是汪叔和对伤寒杂病论在流传上他是第一大功臣，如果没有汪叔和的收集整理，我们今天很可能看不到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著作啊，尽管他收集的不是完整的，但是他是伤寒杂病论流传到今天的第一功臣。在唐代，孙思邈写过《千金药方》，在《千金药方》里收入了伤寒论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有收入全。他曾经在《千金药方》里说过这样的话，说江南著师密仲景药方不传。他这段话呢
说明什么意思呢？过去人认为就是说孙思邈哎没有收集到他做了这么个大的衣架，他没有看到过伤寒论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江南这些医生都把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张仲景的这个药方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轻易给人啊，不轻易给人。那么这说明当时医生对伤寒论的重视，这也说明当时有许多医生有伤寒论的内容，特别是唐代的这个进行医官考试，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啊，在唐代呢要进行医官考试，进行医官考试呢伤寒论考试占的分数很高。你看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在唐代所设的医官考试制度中，唐会要卷82医术他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说从医学界选拔人才和选拔官吏一样都要进行考试，自今以后是公元759年啊，从公元759年以后，说自今以后各试就各种考试，医经方术册10道，要考医学理论，要考方术，有10道题，本草2道，就是考中药了，有2道题，这个脉经2道，这是考诊断了，有2道题，素问10道，这是考黄帝内经了，有10道题，张仲景伤寒论10道，你看伤寒论占的比例和内经是相等的，它有10道题，诸杂经方义2道，就是后世的一些杂方，哎，有2道题。那么上述这些显然伤寒论占了很重要的比例，通期以上留，你考70分我就选拔你做医官，以下放，你不够70分啊，那么你就别当医官了。看起来古代的考试的及格啊，这分数比我们今天要高10分，我们今天60分就算合格，你看唐代是70分才算合格。那么既然在唐代医官考试制度中就有伤寒论的话，所以唐代伤寒论的本子流传的很多，但是人们都是抄的。你看今天我们在日本看到那手抄本，哎，唐代的一些手抄本，那都是那个时候医官考试的时候，哎，你看现在在日本看到那个康治本吧，他那个伤寒论，那么就是一个哎一个摘录，有65条，那是伤寒论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条文，那是唐代人开的。你抄的书，那显然是为了应付当时的考试，所以在唐代既然考试有伤寒论的话，所以在唐代的伤寒论的这种流传还是非常广的。所以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没有收入伤寒论，是他没有，并不是说他没有看到伤寒论的内容，而他看到了，只不过这本书很重要，在他的千金药方里，在千金一方里，在他的千金一方里是我伤寒论的全部内容。这个我们北京中央大学医古文教研室的钱超臣老师前些年把千金一方中的伤寒论的内容一条一条的摘出来，单独的印了个小册子，把它叫做唐本伤寒论。这本书呢在外面书店有卖，那么唐代还有个大的医家叫王涛，他写过外台秘药，我们在这里简称外台。那么外台呢也深入了伤寒论的内容，但是除了伤寒论的内容呢，还有许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络要略中的内容，因此我们觉得王涛所看到的本子不是来自于王叔和，很可能是伤寒杂病论的另外一个传闻。如果说千金本伤寒论是和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10卷22篇有关的话，那么王涛外台秘药里所收录的伤寒论的内容，它也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匮要略里的内容，所以它很可能是伤寒杂病论的另外一个传本，是在唐代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孙思邈的千金易，一部是王涛的外台秘药，都是我们今天校定伤寒论的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而且我刚才说了，在唐代医馆考试制度中就有十道题出自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在唐代流传是非常广泛的。但是伤寒论真正有固定的本子而且有刻板印行的，那应当是在宋代。在宋代成立了校正医书局，那么宋代校正医书局主要有林毅、孙奇、高宝恒这些官员，他们认为百病之疾啊，这些病哪个最急呢？只有伤寒，所以最先校定伤寒论。最先校定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从此伤寒论才有了定本，固定的本子。你看以前卖经收集的也罢，那是收集在卖经里，它不是个单独的本子。孙秀鸟的千金易和王涛的外滩秘要，它也是收集在他的这个书里，也不是一个单独的本子。只有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林毅、孙奇、高宝恒他们校定刻印了伤寒论，开始刻的是大字本儿，纸张也比较贵，造价也比较高，老百姓买不起。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又给皇上打报告，皇上批说你们印成小字本儿，卖的时候呢只收工本费，只收工本费，不要赚钱，这样让百姓能够买得起。你看宋朝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他是做过许多许多的工作的。而在宋代的时候呢，这个不仅在医学上成立了校正医书局，而是在各个经世子集各个门类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宋代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宋版书纸张精良，校刊精细，字体漂亮，价值连城。所以今天哪位家里要有一部宋版书的话，你别在家里放着，你拿到故宫博物院啊，或者拿到国家图书馆去，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个我想在座的不少是书香门第，你们可以到家里去看看啊，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线装书啊，有没有。当然宋版伤寒论是找不到了，其他的宋版书那也棒啊，它也是价值连城的呀。这个山东有个小学老师，有一天到邻居家串门，发现邻居家老太太拿这个抄写的本子在那剪鞋样。他说：“大妈，你这是什么东西呀？”说：“我在这剪鞋样呢。”他拿过来一看，他大吃一惊，居然是《永乐大典》。说：“大妈，大妈，您这东西怎么来的呀？”他说：“我们祖上流传下来的呀，我们世世代代拿它剪鞋样啊。”说：“你们祖上是干什么的？”我们祖上是义和团的呀。大概义和团进北京的时候，咱北京圆明园不是藏着永乐大典吗？进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也抢，义和团也抢，义和团他抢完他不知道干什么，回去给他媳妇剪鞋样，所以他祖祖辈辈就留着这个书啊。那纸也很好啊，剪鞋样用。所以这个小学老师说：“要大妈，说您可别拿它剪鞋样了，我想看看这本书。说您要多少纸，要什么样的纸，我给你那剪鞋样，把这本书给我吧。”完他就把这本书给他，他不知道他干什么用啊。好，这就是我们像一个小小的故事一样发现的一个《永乐大典》那个手抄本的残卷。所以还有我们清代的陆心元啊，陆心元是个藏书大家，他的藏书楼号称毕宋楼。你看这个毕字是两个百，那就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藏书的名楼的名字呀？说明他自称藏了两百部宋版书。我说一版宋版书就价值连城，要两百部宋版书那相当相当的贵啊。陆心元在临终的时候给他儿子说这次可是咱们中国文化的瑰宝，你舍得身家性命也要把它保护好。其实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他儿子喜欢钱不喜欢书，在他陆心元去世不多久，他就以一定的钱卖给了日本人。现在陆心元毕宋楼的藏书全在日本的一个寺院的藏经楼上，所好的是目前保存的完好。
所以有人说顾清源的儿子是个卖国贼，可是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没准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一点成绩，或者说为保存这些书，你说咱们中国后来经常战争，而且人们对传统文化又不怎么重视，没准拿到日本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好，是吧？不过咱们中国的学者要去看这些书的时候要花钱了，现在据说看这些书的时候花的钱比当年陆信元的儿子得到的钱要多得多了。所以有时候散在的农村的一些古典的东西你们不要太轻视它。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大陆还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我去年和前年都上台湾去，特意的上故宫博物院了解有没有宋版《山海论》，都没有了。没有宋版《山海论》，我们怎么知道在宋代有一本宋版书呢？这就仰赖于明代的赵开门。宋代国家校正艺术局校刊刻印的《伤寒论》的时间在宋至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065年，到现在是1000年，1000年的书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在版本史上把它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宋版，宋版《伤寒论》，或者叫做至平本《伤寒论》。宋版也罢，制品本也罢，找不到。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明代的赵开美在万历27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你看从1065年到1599年，也不就是500年左右的历史吗？到赵开美的时候，这个宋版《山海论》已经几乎找不到了。所以赵开美他在刻，他是一个刻书家，又是一个医学家，又是个出版商，那么他最先刻的是什么呢？刻的是注解《伤寒论》。注解《伤寒论》是陈无己，一会儿我会谈到陈无己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加了注解，这个叫注解《伤寒论》。然后又刻到宋云公的《伤寒类证》，《伤寒类证》是宋云公这个人研究《伤寒论》的过程中，把《伤寒论》《伤寒论》的以症候进行了归类，便于人们学习，又刻了《金匮要略》。刻完这三本书以后，有一个朋友拿来一本书给他看，说：“赵先生，你看我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一看是宋版的《伤寒论》。我刚才说了，宋朝皇帝为了让百姓能够买得起《伤寒论》这本书，刻了大字又刻了小字，大量的刻印发行。他看到是小字本《伤寒论》，啊，他说：“哎呦，这是宋版《伤寒论》。”一看这个《伤寒论》呢，才知道陈无己的注解不是宋版《伤寒论》的原貌，而是他有些内容被删节了，才知道陈无己的注解不是全的。于是乎，他又刻了这个宋版《伤寒论》。它叫什么呢？叫翻刻宋版《伤寒论》。这四部书刻好了之后，1234，他给他父亲看，说：“老爸，你看我把张仲景的这四部书刻好了，您给他起个书名吧，叫个什么书名好啊？”他爸爸说：“叫《仲景全书》吧。”这个儿子很孝顺，他说：“好好好，您的起的名字太好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赵开美在万历27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所刻的《仲景全书》中有翻刻宋版《伤寒论》。他是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技术，也没有复印，他是临摹着宋版《伤寒论》来刻的，每一行有多少，每一页有多少行，每一行有多少字，他都模仿下来，甚至字的笔画的走向他都在模仿宋版，使他逼真于宋版。正因为赵开美的
索克的重点全书的第一部著作的方克宋版伤寒论能够流传到今天，才使我们能够大体了解宋版伤寒论的原貌。所以这样的话，赵开美也是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功不可没的一位医家。今天在世的保存着的我们知道的赵开美索克的重点全书还有几部呢？只有五部。北京图书馆有一部，我去看的时候他不让我看，说这是善本书，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你只能看缩微胶卷。那么中研究院图书馆有一部，我去看的时候要看上我们大学的介绍信，然后看的时候让我戴着口罩，不让我戴钢笔，怕钢笔水给滴在上面啊。这是我想想是十年前吧，我去看过这本书。后来范兴准先生加藏一部翻这个重点全书，他也捐献给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了。那么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又第二次去中医院图书馆，我说我要看看哎范兴准先生捐献给你们的那本书。但是我拿出来一看一比较，哎，范兴准先生捐给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那本书和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原来藏的那本书是同版刊本，就是同一个版的刊本。那么中医研究院就有两部了啊，还有一部是在沈阳，再有一部是在南方，是广州还是什么地方。那沈阳那一部和南方那一部我都没有看到，我只是看到了北京这三部。北京这三部是同一个版的刊本啊。这个我想我明天啊，我今天忘了带，明天我可以把我把北京图书馆那个胶卷素人胶卷给拷贝以后，然后因为它是翻转片，它是让你在缩微阅读器上看的，然后我又把它放大成照片，放大成照片以后再放大，再用复印机复印，然后我把那个复印的材料拿来给大家看看，把那个照的那个照片拿来给大家看看，就知道啊，这个赵开美索克的重景全书的伤寒杂病论原来是什么样子，这个伤寒论原来是什么样子。这个从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到今天又有了800多年或者1000年的历史。我们国家在1982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由方毅副总理做领导小组组长，所以对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古代的书籍都进行了整理，医书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整理伤寒论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任云秋在世啊，刘度周也在世，刘度周、任云秋。没想到这个工作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任云秋老师就得病了，就很快就去世了。那么主要由刘度周老师来主持这件事情，当然我也来参加了啊。后来呢，又把钱章臣老师也吸收进来。所以我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系列的考证，我为什么有机会能够看北京图书馆的书，又能够拷贝下来，又能够去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来看这个书呢？那么就是为了完成我们这一项哎伤寒论的这个版本的伤寒论的整理研究这项工作。我们就在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暗语、校刊、注释，在1991年出版了《伤寒论校注》。如果说我们的一版教材、二版教材、四版教材、五版教材底本用的是赵开美的翻刻宋版《伤寒论》的话，我们现在的六版教材都是用的刘度周老师主编的叫《伤寒论校注》。现在我们的五版教材，因为他们看不到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原貌，那么用什么底本呢？是现在国家认可的这个伤寒论校注。是当代伤寒论的最好的底本，它是1991年出版的，是最好的底本。所以如果再过500年，赵开美的重景全书中的翻刻宋版伤寒论大家已经看不到的话，那个时候会说留本啊，会说留本。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回忆一下在伤寒论的流传过程中啊，因为哪些医家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呢？首先是作者
张仲景在公元200年前后，他写了《伤寒杂病论》16卷。那么随后他的学生王叔和在他去世以后，也就是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把他老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16卷遗留下来的残卷收集整理编次，由于内容不全，那么把它改名为《伤寒论》10卷22篇。那么尽管在唐代国家考试医官的时候已经广泛的考试《伤寒论》，但在唐代没有一个单独的《伤寒论》的本子。不过我们很高兴的是，孙思邈的《千金一方》和外开秘药的《千金药方》都收录了《伤寒论》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林毅、孙奇、高宝恒他们在宋治平2年，也就是公元1065年正式刻校刊发行，刊印了《伤寒论》10卷22篇，从此《伤寒论》才有了定本，使宋版能够流传到今天的仰仗于明代的赵开美在万历27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在他刻《仲景全书》的时候，第一部著作就是翻刻宋版《伤寒论》。而我们当代又有以刘周教授为首的所写成的《伤寒论校注》，可能就是后世的《伤寒论》所依据的底本。当然我们考试题库的时候还没有涉及到刘本啊，而只涉及到赵开美这个本子，就是啊，就比较晚的了。在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工作期间，他还刻印了几部书，那么这几部书呢和我们《伤寒论》的版本有密切关系。一部书是《金匮玉寒经》，那么《金匮玉寒经》一共8卷，如果光看这个书名，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金匮要略》里的内容。事实上它的内容和《伤寒论》是一样的，它的内容和《伤寒论》同体而别名。什么叫同体呢？内容一样，只不过名字不同啊，同体而别名。《金匮玉寒经》啊，《金匮玉寒经》8卷，它和《伤寒论》同体而别名。它的特点是条论以前，汇方以后。就是《伤寒论》10卷22篇这个本子，比方说太阳中风，阳复阴弱，阳复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侧搓恶寒，息息恶风，息息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下面就是桂枝汤的药物组成。这是我们看到的10卷22篇《伤寒论》的这种原貌。但是对《金匮玉寒经》来说，原文完了之后说桂枝汤主之，底下并没有桂枝汤的方药组成。方药组成在什么地方呢？在后两卷。后两卷全是方子，前面6卷就是原文，所以它叫条论以前，汇方以后，所以它作为《伤寒论》的一个别本啊，它作为《伤寒论》的一个别本。我有一次到我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里头开架书来找《金匮玉寒经》，我在《伤寒论》的这个书的架子上怎么找都找不着这本书。我说怎么这本书能没有呢？因为这本书清代的陈世杰啊，那么翻刻以后我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过，我想找这个影印本。我突然想到，我们图书馆的管理员会不会把这本书当作《金匮要略》而放在《金匮要略》那个架子里啊？我到《金匮要略》那个书架上一看，《金匮要略》那个架子的第一本书就是《金匮玉寒经》。后来我给图书馆管理员说，我说《金匮玉寒经》是《伤寒论》的别本，应当把它放在《伤寒论》的这个架子里，它不是《金匮要略》啊。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既然刻了《伤寒论》10卷22篇，为什么又要刻《金匮玉寒经》啊？这是因为他们在整理古书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书在史书上有书名的记载，而实际这个书丢了，他们感到非常非常可惜。所以他们只要见到有价值的书，宁可多刻，宁可重复，也不让它轻易丢掉。说今后万一《伤寒论》10卷22篇丢掉的话，那么我还有《金匮玉寒经》8卷仍然是《伤寒论》的内容。
不过为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后来在广泛的流传，所以知道金匮玉寒经或者读金匮玉寒经的人逐渐逐渐就少了啊。但是流传到今天，我们拿它作为校刊伤寒论的一部著作，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宋代国家教程艺术局在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工作，我是说的和伤寒论有关的工作啊。那么就是有一个翰林学士叫汪洙，他在国家图书馆收集整理这些古书的时候，发现一堆竹简，就是虫子吃过的残破的竹简，书名上写着《金匮玉寒要略方论》三卷。他拿来一看，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什么人抄的，上卷是论伤寒病外感病的。那么和已经出版的《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相比较呢，它是上卷是一个摘录《伤寒论》的摘录，由此推测中卷下卷是杂病部分的摘录和妇人病部分的摘录。汪洙就把这个残卷给了林毅、孙奇、高宝恒国家教程艺术局啊，他们看完了之后，把上卷的伤寒的内容的摘录这部分删掉了，把中卷下卷的这两部分内容重新分上中下三卷啊，那么也就是包括了杂病的部分，包括了治疗妇人病的部分，也包括了它的方剂，仍然把它叫做《金匮玉寒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刻版发行，流传到今天就是《金匮要略》，使宋代国家教程艺术局在伤寒杂病论流传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宋代国家教程局艺术局工作之后，那么伤寒杂病论才被真正的分成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和金匮要略三卷。那么关于伤寒论流传过程的大概情况我们就介绍这么多。我们要求大家特别记住的是，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整理成伤寒论。那么宋代国家教程艺术局第一次校刊刻印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从此伤寒论有了定本。明代赵开美翻刻宋版论，宋版伤寒论收入了他的仲景全书之中，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宋版伤寒论的大体的原貌。这些人在伤寒论流传过程中都是功不可没的，我们都应当记住他们，而我们的题库里都有他们的名字。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